可以没有啊？一你们，句话没讲就笑场，我说你们可以，为什么我可刚刚以。说可以开路了？为什么你们两个一点反应都没有？等你说那个好，会笑得太坦欢迎大白家，了。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的啊，这个是什么什么？虽然我翻译叫做《星球不思议》，你们我不知道你们大家觉得这翻译到底好不好？我自己是已经不知道说这个到底要怎么，Unbelievable。已经觉得这个翻译都不知道怎么搞了。反正是第15集嘛，对。然后我们其实，在上一次到现在稍微把这边弄了一下，然后这边就弄成这样，这就是动物农只场的是部分种啊。了一根树啦。然后我们再来就是要把动物丢进来啊，家里只有鸡蛋啊。啊，剩下的蛋在那上面了，那你去哪？好累的哦。哦，嗨，粉丝君你好，粉鸡丝。会不会飞出来啊？啊，对哦，鸡，哎，不会吧，栅栏它都跳不出来了，对峰吧？峰这边搭了一个假山啊。飞，会飞，那今应年该会还好飞，吧？你知道那个草有高过那个假山两格，应该都两没问格题的，啊！对吧？草，不是草啊，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叶子啊，叶子要高2格以啊，上，墙，你的叶子好了，强啊！我又把它高了很高的一格，看起来很奇哦，怪。其实我们上面我们都没怎么上来，结果上面这边的西瓜都已经长得这么的茂盛了。乳牛跟猪还有什么？乳牛跟猪，乳牛那么，猪跟鸡。哦，我们着没有重羊，介绍一下，我们没有羊蛋。没有羊蛋，那我铺那么大一片草皮干嘛啊？我们能找到羊蛋的吗？我不确定了，我好像没有找过羊蛋了。好像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大铺这么大一片草皮干什么啊？只有羊会吃草啊！做个样子啊，做个样子也好啊。好了好了，这就是我们的动物农场了，是吧？你很诡异的动物农场。快点回来，哪里诡异了？明明很漂亮，踢踢回来。啊，我要那个搜一下这上面的农田。早不收，晚不收，现在这么才收，勤快是的不是啊？啊？你怎么这么勤快的？勤快一点不行吗？啊，这有点饱。你又吃东西，那你去收田啊，我就吃东西啊。那谁让你要收田？好的，好的，那我不收了，我不收了，可恶，我生气，我生气，小孩子傲娇，我要 TP 过傲去，娇了，祥林大大傲娇了。我要 TP 过来，我 TP 过来，然后呢，你踢刚刚过是来就说你踢要干踢，嘛？哦，我要把那蛋丢出来。对，还有2只也给你。哎，我们还有那个紫色的生成啵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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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那个蛋，要不要丢出来？哦，不要那不要个，不要不要，那个那个，我们等一下，那个之后再帮他安排一个空间，然后把他丢出来好了。哦，好的，出来就吧，是猪，丢出来随时会神作的节奏。鸡哟，哎，这鸡确定不会跑出去吗？对啊，问峰峰，他是总设计师。布拉布猪拉布猪直拉，接就去到了这个水池里，还是挺爱干净的哈。猪很喜欢洗澡的，而你给它吃的哎，是胡萝卜。对呀对呀，哦，飘飘飘了，这小猪了。然后我吸到经验值啊！哇，坑爹！哎，哇那，塞，然后小猪游不出去。这看谁造的水池啊？这什么东西？峰峰造的，我有叫，我有他会不造会的溺阶梯死啊？给他现在在他，下面，他会不会溺死啊？会啦。会的。那个大气，那这谁干弄的嘛东要西造这种东西呀、啊？快搞出有来，那搞出成来！器钢，成次钢啊，死了！被你弄啊，死了是吗？还是死！我这边看起来是被你打死哎、那弄就真捡的是起被他来打啦！死了不是打死啊，是那个淹死了，好吧？我把那个泥土才撸刚掉出生的小猪就这样被你给弄死了，哎呦，峰峰，你这个人真是，他哎，才怎刚么出说你生，你好？就要把他弄死？
太过分了，把你以后只能睡这个大树下面。唉，要睡沙发。不要这样，我们第十五集才刚开录而已，然后就有一个小生命的诞生。我们马上见证了一个生命的诞生，然后在一分钟之内又见证了那个生命的陨落。不是你搞的，他笑得好开心啊！你笑那么开心，不是好兆头，嗯。好兆头，我们又要发疯的好兆头了。我只能说，想你用英文的词语太搞笑，什么词语很搞笑？陨落、欸。为什么会有一只猪又卡在了草底下？知道这个应该是你服务器问题啊！我好，对不起，你看，对不起，你看，猪其实能飘上来的，你看你服务器把它卡在水里，太假了，根本没有人要相信你这些鬼话。哎，还有一些叶子多哎，随便塞进去吧。好了，我要去，我继续去做那个叫什么啊？那个雨实在太吵了，真的没办法，雨真的很吵。然后我现在的手指已经有点冷冻了，所以说冷冻衬衫小王子。所以我现在打字可能会比较慢一点，因为我的手有点冷啊。那我来打嘛，我来打。我已经打完了。哦，好的。铁砖是两个啊？什么铁呢？糟糕！糟糕，我们的铁不够。对啊，我们的铁路根本就很难很难完成它了。那要么去挖铁，要么做刷铁厂。我还有五个铁，都给你吧。啊，好的嘛。我还有十五个。哎，楼上房子我记得还是有一点那个。有点什么？铁在烧，但是也很少。好吧，没关系，我现在又有了128个铁轨，请容许我去作死一下，请容许我去铺一下铁路。啊！祥林烧铁，这是成就，好不好？这是成就，必须达成啊！虽然说这个成就实在是有个诡异的，你好诡异，你等一下，你，我记得不是有地图的吗？对。的。啊，好，算了，我还是不拿，没关系啊，这大概都知道路。我们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地图。然后我上次铺到哪里了 ？Who knows？ 我上次是往这个方向走的，应该是吧？哦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然后这边就有一个很奇怪的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铺过来的一条铁路哦，的一个前哨站哦。他叫我是用铁路全部连接起来的话，是不是中间不能够有分岔路的意思啊？所有动物都好喜欢在疯疯的假山上面玩，虽然说这个假山搭的是有一点戳。我知道你是这样说的，好的。我这恐龙叫声好恐怖啊！它会伤害到你。怕会伤害你，那这个时候，但我还是会说的。是不是又要来一首歌了？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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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终于听到，大家终于听到橙子唱歌了。啊，我们不是每一集都会唱的吗？对，不是第一次。虽然唱的都不在调上。不会啊，唱歌很好听的。谢谢祥林大大夸奖。哦，这个有岩浆哎，有岩浆，还是把它绕过去吧。哇，过不过去啊？等级太高了。等级太高了。居然会有人说自己等级太高的？没有，你现在没东西可以给你附魔啊。我们只剩一颗钻石啊。我们过得好艰辛啊。是啊。上面的西瓜长得特别的好。你居然也上去了。为什么我不能上来啊？
好了，你上去了。好了，我们接下来就要从那个石器时代回铁器时代回到石器时代。所以我又连接到了这个前哨站，那这个前哨站之后要连到哪一个前哨站去呢？哎，天黑了，我怎么一个不注意天黑了？哇，你要不要 TP 回来？现在我们很安全。对，我没见呢。就地坐。哟，我回来了。小心，小心，谢福特先按住。你不是说你很安全吗？就走了两步啊，我怕你会一直往前冲。不会啊，不要担心太多。哎，话说我这几天一直都吃西瓜，欸，我会不会营养不均衡啊？不会啦，你就吃西瓜就好了。蔬菜不是水果，营养比较好。好，话说有人真的有办法一直每天吃西瓜，然后活下来的吗？当然可以啊。西瓜里面也是有水分的，好吗？只有水是那个什么。你讲话好卡。讲话卡掉了。然后让我做一些一把铁剑吧。哦，这个打怪。铁的东西。我做两个铁剑。太浪费了。剑这东西必须要用铁呀。太浪费了。我继续造铁轨出来。家里所有的铁都是你用掉的，我们会狠狠地记下。喂，上面刷蜘蛛。哇，祥林要死啦！我们要完结了。他居然会在这刷出来。哪里啊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黑。哦，叉。天，看起来好像有黑的地方，就把它给照亮吧。四格就会生那个怪物，亮度低于6就会生了吧？啊，他是说四格拼在一起是吗？嗯，单格也会生的吗？单格，一格我们不睡觉吗？哎，对，我们干嘛不睡觉？不知道。躺，峰峰不要睡我边上，我直接睡你床啊！我们下雨了，捡人，走开走开，下雨了。睡醒就不下了，快来快来！好的，能够睡在大橙子旁边还真是我的荣幸。谢谢。笨蛋。啊，虽然我也睡在了那个去厕所的旁边。是去完厕所还不知道洗手的人。好的，我把床撸掉，青梅，我就在这里。啊，你就在那里好了，没关系啊。哦，天哪，这个前哨站这边都还有的。我这边是从这样一路搭过去，然后再从那边再往这边再弄过去，然后这边左转，然后那边有个很奇怪的前哨站，所以我是从那边搭到里面那个。你在讲什么？其实我应该是这边要转弯到这里来之后，然后再弄进去的。可是我居然啊，不然的话我到时候这样绕进来，绕到这边来之后再弯一条路进来，我就可以把它全部都连起来了。对，请大家理解为炼金，不是就理解为某人发神经就可以了。哎，你们都下去了？对，对，对啊！我还在观赏这边的状况，我的铁路要怎么铺？哎，就 TP 啊！我还在做规划，我还在做规划的，请让我规划一下。或者说我们那边是不是也还有前哨站的，啊？哇，那这要怎么规划？哇，这好难规划。那不然的话，到时候不用什么规划，反正就看到就把它连过去就对了嘛。我说的对吧？哇，太浪费铁啦！不行，峰峰，你赶紧去危机上研究一下怎么那个啊，做刷铁厂。啊，真的，这铁好多。对啊，其实做刷铁厂做起来很简单的，材料不费的，我们村。我记得好复杂的，我的裤子快要坏掉了。没有啦，那你就光屁股。我吸到了你掉下来的橡木原木啦。因为我掉了啊。然后我刚登进来，他说什么服务器有相同 ID 已登录，然后是不是不是就。唉，总而言之，这个服务真的是问题越来越多了。求土豪赞助。他不是已经买了一个那个什么？那不是他哥哥的吗？采集卡也是也是会因为 TV 而被弹回桌面的。
这些树怎么长成这样？不行，我要哦，把那它边们还有一全个砍村了。哨战士，哇，那这样铁路真的要绕一大一圈呐，好大一圈啊！坐地狱铁路可以省八倍。地狱铁路，对啊，因为地狱路程是主世界的1/8。可是前哨站在这里啊，啊？地狱又没有没前有啊，哨就站。地狱门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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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接。有地狱门连接不是吧？这样比较省铁嘛。那就交给你了，那就交给你了。那算了，我砍树了。我去帮你们挖黑讲曜一石。堆有的没的，讲虎一头堆有蛇的没尾。的。啊，我只是给你们提意见，又没说我自己要去做，大家很千万不能累够的学大橙子。很累的。哎。那要么就去挖铁嘛，大家一起去挖对铁啊，也。我们能做的事情大概也就是挖铁啦。哎，可不是对，这张地图这么小。我们应该找那个，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往下面挖，可能会发现比较特别的东西的地方，然后往下面挖，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对吧？铁对和吧？对煤一吧？般都会有啦，石器也是蛮好的嘛。不是，重点是他要做铁路啊。我还以为他已经做完了，然后我们，想多了，还差很多。哎，烧可铁能啊，了这个吧？铁路哇，太那个了，太远了，这距离真的都太大啊，那这个成就就弃坑了啊。啊！这城起还是要完成起，啊，还是要完成啊！那就到你们不觉得这个东西很奇怪吗？哪我知道个？你们哦，卡卡有跟着过来，这个啊。可是我上次有挖，然后挖了之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。继续往下挖，挖到第0层。啊，已经挖了啊，挖了没多深。好，下去吧。你我往就在自己上面脚砍下撸树，的。对，好没了。错，我往自己脚下拼了。哇、哦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啊，他死想了就瓦完解了，结，对吧？好的。他想瓦解了，他想瓦解了，还是不要好了。天啊！谢谢观强令看。大大力，好，接对下来你，由大橙子为大家直播。我们剩下来的存转档。播，啊，不要这对，样，转播，不要录这样，播。我又要做火把，我为什么会有一个红石火把在身上我刚挖的，然后啊？掉下去了。哦，好吧。所以我们这边一直往下挖，我看这个往下挖大概又不会有什么，我真的完全不知道它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奇怪的地方在这里啊。去给作者留言。说我说作者啊，我真的搞不懂你在想什么。作者不说，是其作者实啊，我，你这张地图里面东西到底都放在哪里了？为什么一些奇怪的地方挖下去什么都没有？对啊，到底有没有羊蛋啊？作者说：“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忘记放了。我要放羊蛋了，请等我 下一那个给版个本我草会放皮的。干什么？那给个草皮干什么？对啊，根本就不用给啊，还是它只不是比较对漂啊，亮而已。只有剪羊毛才会需要用到，要吃草啊。会不会就是我们去那个青金石那边探索的时候，不是有个箱子吗？然后箱子里面没东西，会不会就有羊蛋呢？里面？不知道啊，不反应正该啊，没有，那我们有为很什么多会地没方东都西会有，啊？我们有很多地方都有那个奇怪的东西啊！哎，我的稿子，我没稿子啊，我没稿子啊，我没稿子啊！现在第几层？现在第22层。不过我觉得继续往下挖也不会有什么了，所以就请让我 TP。TP 我吧。好。哇，大橙子。努力砍树，耶！发家致富。我的西瓜，西瓜太多了啦。哎，那瓜有太村多，民，你就不要再去采就好啦。啊，有我的村西瓜，民的地方在哪里？有村民的地方在，好问题，祥 林带你去，好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我应该从要怎么家回里那答个呢？大平台上面往下看，然后，我还以为你说往下跳就好 往下跳，那应了。该是回不去了啦。我要不要给他们吃一点西瓜？我放一点可西以呀、啊，瓜，放点西瓜好了。
他们有什么新的交易项目吗？刷出来。虽然我知道他们不会吃，但是放着假装一下也可以。也有鸡蛋了，有鸡蛋了。你像要给他们什么啊？贡，就是那种什么祭祀的时候，然后贡品一样放在那里，虽然他们也不会吃。是的啊，两个鸡蛋，我看我能不能丢出鸡。嘿，没有。是你的配音太变态，你都被吓跑哪里变态了？这不是很哎，正常你吗？这个点发出这种奇怪的声音，你爸跟你哥都不会来查你水表。不会，请放心。他们说怎么会那有我就这么打奇你怪电声话，音？把他们吵醒。我、哦，你打我电话，他们也听不到啊，你没有开外放的吗？啊。嗯，不，不是啊，因为声音蛮小的啊，我开的声音蛮小的，不会从我的房间传出去的。哎，我们原来那张飞船上一点铁都没有啦。没有，真的被你挖光光了。挖光了。这么好会的不效会率。因为把你叫回来的太急，所以还有一点留在上面？24个骨粉，24个骨粉，骨粉现在也没什么大用了。说的也是哦，我们都已经这么的，不愁吃穿啊，穿还是要愁的，吃不愁。哎，随便了，我把有这边好的的交易项目。能吹的筹的全部都给它吹一吹，那我们把收。这里的那些门都扩大一下，那这样我就们获做得更多铁的门，的。对吧？我们能获得铁的方式，看来对，真的就只有一个了，就是往下刷挖，铁厂，没有往下挖，而且，还是得往下挖，你不往下挖，怎么可以呢？就请让我疯狂的种田，种那我完了，们要不从村民这里往下挖？啊？不是哎。吧？哎，还有好多树苗你没捡呢。它刚掉的啦，不是我没捡。我知道啊，因为你走得对呀、太急了。哦，我有两个苹果耶！啊，有苹果有很多啦。苹果放家里。你们杀了牛？啊？家里有生对牛头，肉。对，刚才有繁殖出来。为什么要杀啊？有那么多一瞎点，子。数量多一点，不是好看吗？就一不小心就那个哎，怎么会有羽毛？打击了，毛羽毛不是以前打那个恐龙嘛掉的呀？不，死了一只鸡，死了一只鸡，淹死的，淹死了一只鸡。你一是你，格都会淹死啊！没有，你这边水，你这样子放，小有一个地方鸡，有两格的。哎呀，就是疯疯啦！太过分了！哦，天哪，这样还是不行吗？我们有7个鸡蛋呢，还在上面呢，你怕什么？这要样就怕被淹到的。了。天哪！我来改造一下。哎，我们这个最后一个鸡在死了，我们就再也没有鸡了。再有鸡蛋有吗？鸡蛋啊！可是万一丢不出来丢怎不么出办？来，丢不出来就爆缸了呗。就弃坑，真是，就弃坑了。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弃坑。到底是谁说动物农场里面需要有一个这种水池啊？不是啊，那我也没想到它会造成这样。就哦，你他说说这他两会个造是，啊，他说他会啊，造啊，谁知道他会把他们都救淹命啊！死？哎，那都是这样的嘛，真是不要闹。话说我们这一集到底录了多久了？是不知啊，道。好像已经录了要30分钟去了。啊，那就这样吧。好吧，我们第15集又要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什结么都束。没干，然后，对啊，那我又们混了一局。就下集再见，各位，拜拜。拜拜。